主料：猪红200克，辅料：蒜苗叶子、胡椒粉、盐、姜丝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灼熟的猪红切成小方块，备好姜丝，切的蒜苗叶。姜丝下油锅，用中火炸出香味，后倒入猪红炒匀，加入盐和胡椒粉炒匀，加入蒜苗叶段炒匀，盖盖子用小火煮3分钟即可。起锅了。烹饪技巧：温馨提示，猪血不宜与黄豆同吃，会引起消化不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